第一个，很多人说看我推理这段被我装到了，看不到你脸。没事，我这不很正常吗？这样就他说这个也是他的脸，对吧？啊，说很多人说看我推理，要不就算了吧。被我装到了，你有被我的魅力折服吗？我觉得林远浩在推理的时候，他的魅力是最大的。对，我觉得其他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魅力，我觉得就是推理的时候魅力最大。你的角色会生气吗？你这么回答的，因为韩江第一帅不是他。不知道